哎，跟绿肥啊！完了，绿肥和战队又来了。不过我今天玩吃鸡没有遇到那个大丁黑了，我感到相当的开心。开心的并不是哎少一个人怼我，而是因为那个丁黑了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。他不再整天坐在电脑前吃洋芋片、翘脚吃鸡排，每天啃老，蹲在电脑前讲想要怼我。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了。绿肥一定会操我，所以我们晚一点来下去。为什么呢？这有个好处，晚一点落嘛，我们的装备相对就比别人差，绿肥的装备也会比别人差，所以绿肥就有几率被路人杀。你娘嘞！这什么乐色？他卡在旁边一直跑。走一把，打完不玩了。干你是白痴吗？干你是白痴吗？捡个毒标枪什么意思？干你娘！干你娘！你们杀一杀，你们杀一杀，别怼我。干毒标？标你妈，白痴！浪费我时间，标啊小！你看，我死路。在哭是不是啊？干不讲武德这群人，特好吃！哇！点你妈！点你啊！没子弹，击败！干！是李安卓的收割吗？不要 ，Only 卢登啊！哇，两级了，他双 buff 变成。这么凶悍哦，你掉光了。两点肯定是下班了，欸，他怎么走到哪里？走到哪里？该有这么好捅的吗？哇哇，行云流水，这刀妹聊天室，且让我来说一句，你看我 CS。啊！四神厨走位是有点好啊，这一切都是为了绕下来 Q 你一手。结束了，停下，直接吃蛋，定住。哪里？赵信来了，赵信来了，再 A 一下，切开，无敌。嘿嘿嘿，还被冻掉，我操！翻这么凶，哇，好家伙，赵信，这翻是鬼吧？这翻真的是鬼，我没骗你，这波啊。我自认我开的很好，鬼子开团，但是犯的这个，Look at this， 这个犯被我当场吹死，哈哈，来啦，我处理啦。金甲，我操，不需要玩，放一波黑水他就死了。金甲 ，perfect， 嘿嘿嘿嘿，怎么样？有一手吧 ？Not bad, not bad。北之之啊，一般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呢，称之为 can't lose。Say what one more goddamn time。十一分钟打穿上二塔，卢登回应加上二四，血。没事啊，没事。这个我们直接下来压着他。九号狼，别冲上九号狼。It's me, Mario。哎，你咋走掉了？
撞过来了。哪里撞过来了？我注意了我。哦哦。卖了，我还把他射走。黑盾没按到射到，屁啦！但阴影撞出来，我他妈按怎么样？有一手吧？正常都按不到吧？而且我预设他会正面撞，我没有算到他从侧面这个角度出来，这角度是真没掉的。哎、欸，喂、欸，哎、欸，赵信密我了，我他密我了。跑，跑，想跑 ！Shut the fuck up！ 黑盾小的时候被中奖吗？不会。哇，你问了一个蛮有智商的问题。你黑盾就算升一百，石团撞一千，你都不会飞起来。信我，相信特哥。#hashtag 蹲一波啊！ What's up, guys? 稍微没脑的打野没有用。你干嘛？你蹲？哎，是不是在搞啊？哎，是不是在搞啊，兄弟？嘿。胖子，好可怜，胖子，胖子。我这黑水是真的烫，你这么可怕？我操嘞！这刀妹已经无敌了。求你，他老婆转不动了，我烫你老婆，我烫你老婆。他老婆怎么这么硬啊？哎、欸，他老婆魔法免疫吗？怎么烫一下，只是这么痒？中了！进去！无情黑水，我隔这么远都会被他打，中了！想撞我？来啊，你撞啊，你撞啊！哎、欸，撞不了吧？哎呀，扭了一下，不然他要被我黑水烫死了。你看他要中了，他要中了。哎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刚刚有人说，哎呀，黑盾放不到，老了，哎，老了。参考一下，参考一下。嗯，好，这样就好。我们帮剪辑师降低一点找配乐的困扰。大家不要播太久，播太久每次我队友都会死。干，怎么已经死光了？去你妈！死人哥一下，队友必被杀，我处理，剩下我处理。黑水，不关我事。我们这一轮赚的盆满钵满，哇，这赵信不买不上，他没把我放眼里啊。哪里撞过来了？哎呀！再来！When you try your best, but you don't succeed. 为什么没有办法幸福到最后？电影不是这样演的，电影里面的英雄都会笑到最后，为什么我没办法笑到最后 ？Bro,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, man? 但是我相信啊，刚刚没操作，绝对是瞎。The fuck up！ 八楼吃八楼，笑死人，笑死人，他妈吃八楼，矛盾给了，矛盾给了。金山朵，
那石头人一生只嘟你一人，他已经连续三次没撞到我了。我告诉你，石头人，我们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职业选手，并不是因为我们笑声很奇怪，也不是我们讲话比较大声，而是因为我有操作。那 Q 刮的我好疼啊！好怕，有点怕。兄弟，我给你盾，有没有？又挡掉，又挡掉。跟你啊，一个都没听到，一个都没听到，结果。捅到黑水上面自杀。刚犯不用闪，你知道吗？犯做梦都没想到，一个三，看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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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哈，你这个挣扎精彩，精彩，兄弟，完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！快逃！啊！哦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好像没了。哇，你怎么这样滚，兄弟？哇，你打得好勉强啊！哇，你打得好勉强啊，范。哦哦，石头被扫到了，可以双杀。往这跑，往这跑。泡泡我玩你吗？欸，他有泡泡我怎么玩啊？欸，他有泡泡我要怎么玩？哥哥，完了，打不过，完蛋了，要被虐了。要被虐了几台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几台？赶紧下来！这什么东西啊？我这是玩你吗？这是 Q？ 他 Q 挂我两剑地，真的见鬼了！这玩法。我在 C 笑死人，你光他笑，笑死人，你看啊，你就看这波，你这波你看好，笑死人，我是不是抢赢红霸了？这红霸是不是又抢了？笑死人，你在笑，你在笑，笑死人啊，笑死人，在笑，他妈在笑，你在笑，在笑。在笑，我当场 Q 死一个黑水，拜！你们别玩了，我进不去啊！可以了吗？欺负了就他妈会 Q， 这 Q 我 Q 你吗？就只会 Q。一起精神，嗯，你有看到打野枪声 ？Q 了一手，他直接没。嗯，怎么想把我扫出来？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你啊！一，你看我把这个石头打到没心态了。他是一个全输出石头人，但是伤害全场最低。他妈伤害都装在盾上面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怜，说听台孩子被操，拿来练呀。